做乜嘢名啊？我叫 Tui Astuti。你有几多岁啊？31岁。你结咗婚未啊？结咗婚。你有冇小朋友啊？有啊。你有几多个小朋友啊？35岁。有两个啊。哦，你有两个小朋友。系。有几多岁啊？两个小朋友。13岁。哦，13岁。是男仔定系女仔啊？男仔同女仔啊。哦，男仔同女仔。男仔同女仔。系男仔同女仔。你以前喺边度做过嘢啊？我做工系香港啊。你喺香港做咗几多年啊？两年。你喺边一度做啊？喺香港边一度啊？筲箕灣。哦，喺筲箕灣。你喺筲箕灣照顧有幾多人啊？照顧小朋友同老人家。哦，有小朋友有老人家。如果間屋有幾多人啊？有婆婆。有婆婆，有爺爺，有六個人喺屋企老闆啊。六個人喺屋企嘅。係。咁小朋友幾多歲啊？5岁同8岁。咁你每日你做乜嘢嘢啊？你朝头早几点钟起身啊？5点钟。哦，5点钟就起身噶啦。你有冇煮早餐啊？煮早餐？冇。咁你使唔使买面包俾嗰啲小朋友食啊？系。要啊。咁你夜晚黑有冇煮饭啊？有啊。你煮啲乜嘢啊？蒸鱼，炒菜，煎蛋，嗰啲煲汤。哦，煲汤你都识啊？边个教你噶？乜嘢？我边个教你啊？婆婆。婆婆教你啊？咁你中唔中意煮嘢食啊？中意。哦，你喜欢煮东西吃啊？那你还懂得煮什么？你懂不懂煮印尼餸啊？你懂不懂煮印度？我吃的。你懂得煮什么Indonesian food啊？索多rawon。是什么来的？你懂不懂煮咖喱啊chicken curry 啊那些啊？我吃。你懂啊？咁你中意照顾小朋友啊，定系中意照顾老人家啊？中意照顾老人家。哦，你中意照顾老人家，你中意照顾公公婆婆嗰啲啊？系。咁你除咗喺香港，你有冇喺台湾啊、Malaysia 啊、新加坡啊嗰啲做过噶？冇嘅。你净系喺香港做啫。系。你几多年嚟香港噶？20几多年？我知道，二零一零到二零一二。哦，二零一零到二零一二。哦，跟住你翻去再生小朋友。系。哦，咁你老公佢俾你嚟香港噶啦？你老公知唔知道你嚟香港噶？知道啊。咁 <Yeah. S 1> 你老公系做咩噶？知道。老公做咩噶？系中国工，系 Malaysia。哦，你老公喺 Malaysia 依家。哦 ，OK。系。咁你系咪随时可以嚟香港噶啦？系。系啊嘛，好，咁好啦，我依家即刻帮你搵个老板啊，拜拜。可以，拜拜，拜拜。